很新鲜。三立新闻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莎莎，我是辣椒，我是你的撒娇特派员。今天莎莎跟辣椒要去哪呢？要去哪呢？最近听说黑五购物节快到了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去好事多采买一些商品啊，或回购好物？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之前有一个好像很红的那个小披萨，小披萨，对，我没听过，是新的，超级多人推荐的，那个我超想吃吃看的。那我跟你说，怎么样？姐姐今天有预算，有预算，预算哦，我们可以去买吗？我们有两张千元大钞。两千哦。姐姐，你有去过 Costco 吗？有，我们的成本很拮据，好吗？现在通膨哎，好，两千哦，两千可以买什么？所以啊，我们看看两张千元大钞可以买到什么好事多的商品跟回购好物。好吧，走吧，耶，买够了。快点，我们买这个啊，是它吗？比我脸还大，这么大，我的妈呀！哎，我们做到两只蛋糕了，在这里，205折扣价。噔噔，今天这边就是我们刚刚从 Costco 采买回来的战利品。因为我们有一个是很贵的哦，对，很贵的，这个闪寿司，这个就要799，这个就要799。对，那我们还要买这个最近很夯的迷你小披萨，还有鸭血，大家都在推的鸭血，还有这个家庭主妇狂推我们的南非蜜柑，真的，这看起来很特别，就是这个杨枝甘露，然后还有最后就是我们的综合水果千层蛋糕，该花了多少钱？我们总共花了2,1,2,2,1,5。对，哎，它这个超 juicy 的，你看，这个起司，你看，但我觉得它饼皮有点太厚，有一点，请给分4.1，2.5，太低了吧，我4.1，接下来闪寿司，莎莎最期待的，没错，我们来。加料，它旁边都有附这个酱油跟瓦萨米，而且你看它里面有虾子、贝柱、鲑鱼软，哇，好多哦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尾鱼吧？对，尾鱼，所以它顶多干贝，这干贝贝柱啊，对啊，贝柱大概有4样，哎，还有蛋丝，对，5样，看起来很澎湃耶。我知道，你炸红什么？瓦萨米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是，而且它，我跟你讲，它有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紫苏叶。哦，是紫苏叶吗？紫苏叶就是你知道提味。对，缤纷的闪寿司，我们会给几分呢？请给分4.8。差不多，这差不多。4.8，我给4.8。是跟你说。鸭血，鸭血，麻辣鸭血。哇，它还有附刀削面呢。哎呦，我还以为只有鸭血这样。很 Q 哎，哎，我觉得有点像詹记的鸭血。这么夸张？我觉得有点像詹记的鸭血。鸭血很大声，鸭血很大声。4.7。其实我觉得如果好吃度的话，两个人不相上下。可是如果以价钱来看的话，我觉得 CP 值它高很多。那300多，这个要快800。有面有鸭血，然后你可能量又多，因为它能有3包。等下你要去玩了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要继续。你要回去吃。继续吃我的寿司。吃完正餐，我们可以来吃水果。哎，你知道这个水果家庭主妇力存，总算没有籽，好迷你。有一点点酸酸的，对，不是甜。对啊，不是说它很甜吗？还是进不丢弃？不是季节问题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那我们交换，来，真的比较酸，是不是？你吃我的，你吃我的。你的比较甜。对。南非的蜜柑，请给分2.8。就是跟其他水果没什么两样、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也没有给很高啊。不用特别吗？
买啦。来，我们的下午茶时间。好的。工作了这么辛苦，哎，蛮浓稠的。嗯。怎么样？哎，它不是很甜。我怎么觉得还好？对，我喝第二口味觉得。怎么办？这社团超推，然后还有人觉得说可以再加一点点水，感觉可以加个冰块啦。三分。但我们蛮接近的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继续吃我们的最后一道水果千层蛋糕。它就海绵蛋糕啊。对，海绵蛋糕。我就说了吧，什么千层蛋糕。发现人也不是说不好吃。它没有不好吃，但是我觉得我们对它期望有点高。而且加上你刚刚讲的，我们前面吃的东西就是比较好吃。嗯。那种好感度有慢慢在下降。二点九。1.8。既然这个是你的最低分呢。对啊。CP 值最高是鸭血。嗯。然后最爱的是闪寿司。我也是最爱闪寿司。没错。CP 值最高我会挑这个哎。24个。然后一小袋。而且我觉得它有的是就是它是小分装。对。小分装也比较方便。所以它是我认为 CP 值高的。嗯，对。好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好事多的夯品回购就介绍到这边。如果你有想要推荐我们什么好事多的夯品，也可以留言给我们。没错，如果喜欢的留言，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